文豪ストレイドックス迷い犬怪奇談。 Hello， 我是二三啊，今期咧终于嚟到我哋双黑嘅词啦，等咗咁耐，终于等到呢一日啦。咁呢一次特别啲啦，佢咧就有一个你抽咗三次十一年咧，就获得一次嘅十一年免费啦。虽然我都唔好期望官方会出到啲乜嘢噶，通常送嘅嘢都唔会有啲咩好嘢嘅。但系咧，今次双黑卡实在太好睇啦，同埋第一次有双黑卡，所以一定要嚟抽啊！我分咗两个词啦，一个词最主要系芥川同埋中原嘅，隔篱呢一个词咧就系睇个样系似小老虎同埋宰啦。小老虎嗰张冇乜兴趣啊，宰有之前抽唔到嘅追忆嗰张啦，都想如果今次有机会都可以抽翻啦，同埋最好就系拎到嚟今次嘅主打嘅双黑嘅卡啦。概率上都差唔多噶啦，希望就中到啦。我估应该四次十一年应该会。有希望啩，两个词。虽然中原嗰个词嗰啲卡我就冇咁多，但我哋就抽宰呢个词啦。咁啊，去咗第一个十一年先。我哋剩翻千几石，其实都抽唔到多噶啦，都要留翻少少喺之后啦。第一个红色啦，但通常都唔会第一个中噶啦，都系算啦，唔使咁有期望。同我计下先啊，四十。如果抽四次就44啦，我哋手头上有50几张券，都可以嘅。如果真系一张 SSR 都做唔到嘅话，我哋可以考虑下用100抽去补一张 SSR 出嚟嘅。不过当然唔希望咁做啦，啲券都储好耐噶嘛，冇理由四次都做唔到啊！你咁有冇咁惨？好啦，第一个十一年咧就系冇出嘢嘅，新卡都冇啦。ここでなら役に立つ。都唔紧要，抽第二个先。loading 呢啲唔使理佢啊，因为都紫色喎，果然系有 loading 啊，真香。希望系宰啦。我大家睇下个字系乜嘢，一齐等。哦，月下兽，小老虎。小老虎好似有几张嘅，唔知系边张呢？哦，呢张好似有量，好可惜。不过呢张之前都好想要嘅。OK， 难得抽到 SSR 系重复嘅。唉，果然系非洲人，我哋非洲血统无处不在。咩时候都系咁飞 ？OK， 出一紫色都冇用。好惨啊！我想要双黑啊，第一次出，第一次同卡面出啊。不过应该冇啦 ，SSR 都出咗啦，系啦。OK， 咁嗰张拎佢升技能啦，冇办法啦。咁我但因为出咗，所以嗰个重置咗啦，应该冇希望啦。抽券嘅话，唔紧要啦，咁仲有再期待一下啦。都是紫色喎，有望有望，双黑有望。不过双黑应该是出边个呢？如果是出的话，我见佢张卡是写中原的名啦，咁应该系出中原嗰个技能名嘅。如果真的抽到的话 ，OK， 第二个一页，第三个一页，今次 MVP 是一页。是哪个呢？期待一下，如果是宰或者双黑这张都 OK， 因为宰的卡我都不是满晒的，我有很多很多个洞的未补到，劲多抽不到。人间失格，宰是不是宰？哦，是一张追忆那张，之前呢 抽到破产都抽不到，现在终于抽到了。这张非常之好看，一定要设做这个封面图。 OK， 接个图，接完图我们继续啦，应该就抽完了我想。是啦，呢张是新卡啦，我都好啊，起码你三个十一年有两个都中到 SSR， 虽然有张重复咗。咁而家有个送嘅十一年啦，不过今次官方几好啦，虽然抽三次送一次，送一次其实都我觉得叫好过冇咯，因为之前系 step 噶嘛 ，step 住系保底添，呢个系送一次十一年但系唔保底咯，我都觉得 step 好啲，我宁愿唔要呢一个，你俾翻个 step 我，抽 step 又平啲，
仲可以补一张 SSR 喎。我觉得呢个真系可有可无咯。你中一次，我哋啲非洲人，你抽多次都系唔用噶啦。OK， 唉，好惨。不过都好啦，起码有一张，有一张新嘅，同埋之前系抽唔到嘅载。但好可惜啦，双黑呢张抽唔到啦。同埋今次个 music 啊，个 BGM 咧，佢转咗系好型嘅 BGM 咯，我真系超中意。OK， 然后咧就睇下你嘅角色啦。虽然抽唔到双黑啦，希望以后可以补翻呢个洞啦。但系抽到呢个追忆嘅载啊，都好好咧。我哋今次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